地的家人们，大家平安，感谢主。在上个礼拜的内在生活响应，是我们顺服神有这样的第一次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聚会哈。那我发现神真的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每一项都垂听啊，他真的是借着这个他的同在，他我们祷告说，神啊，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那你的同在是不受时空的影响的，愿你的同在，你的圣灵的水流，你圣灵的火透过网络临到每一位在线上的全球的弟兄姊妹身上。神真的做工了，神真的这样子做哈，所以我们见证如云哈，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而见证就是复制见证。每一个人你看见神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你就跟神说，神我也要，我也要，那神就会这样子的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位，就是 Amy 姊妹。感谢主，今天能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分享内在生活响应的这个感受，真的感谢神，感谢主在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响应让我有很大的一个开启。在那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分享当中，真的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祝福。借着那个志豪弟兄啊，他在工作当中遇到在环境当中，借着这些不容易，他依然在赞美感受感谢神，让我看到神一个反转的大能，让我学习来赞美。也看到那个优莎妈妈，她在见证当中等候神，虽然她有经历一年时间才经历到神，感受到神爱的触摸，所以说我在等候当中我要学习坚持下去，我相信必得见神。还有一个就是借着安迪姊妹那个安迪弟兄，他在这个创业事情上和他妻子有分歧的时候，在等候神当中看到神带领，告诉他神在的这个事情当中，神看重的是人，看重的是这个关系，看重的是这个家庭，所以让我学习到，从这个当中学习到顺服。当他学习顺服下来的时候，就看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看到神在其中掌权，看到是神是不是不是的神，真的让我学习到顺服。这真的是内在生活这些课程让我真的有很大的开启。尤其是在那个 Katy 姊妹在分享当中，她在等候神，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带领，因为她见证她的女儿在她女儿身上，她很爱她的女儿，有很多事情在抓她的心，她一直放不下，也借着等候神，也借着每一次的呼求祷告，看到神一直在带领她。当她放手放心把孩子交给神的时候，她心里就充满来自神的那种平安。所以说这个呢也让我很大的一个开启，因为在我女儿身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女儿是一名护士，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我女儿每一天上班对我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害怕。所以说因为在这个当中呢，我就一直在祷告，在祷告当中呢，有时候陷在那种自私的祷告当中，一直就是在掌控神，就是在掌控神的一个祷告，就是一直要神去这样做去那样做，一直要神这样那样。但是每一次祷告以后，我心里边依然在害怕，依然就是没有平安。所以说借着这个内在生活的响应，也借着 Katy 姊妹这个分享，我学会放手。尤其是在我女儿8月12号的时候，因为她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女儿在工作当中，她是在心外科，因为他们那个有8层楼，其中7楼和2楼就是那个新冠病房。因为新冠病房就是医护人员很忙，所以说需要调动她别的楼层的护士到那里去帮忙。所以说我一直很担心很害怕，很不愿意让孩子到这个楼层去。所以说在这个很自私当中就一直祷告，也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说在8月12号的时候，我女儿就真的就被分配到这个7层楼去工作。所以说等她晚间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边真的好紧张，真的很担心很害怕。所以说我心里面没有平安，一直很搅动。我借着8月13号正好内在生活开始，所以说我一直在这个当中被一直学会赞美呀，等候神，在不容易在害怕的事情上
我就一直等候祷告赞美，真的是再借着 Kitty 姐妹的见证，要放手放心去交给神，把孩子交给神，因为是神赐给我的产业，神爱他，他在神的手中。所以说当我真的去放手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转祷告的时候，看到神一个奇妙的带领，虽然在七楼他去工作，但是看到神在给他每一次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是个病人，但这个病人都是就是那个核酸检测都是反阴性的，真的看到神在其中，虽然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但神的保护神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所以说让我看到神的带领，也借着这个内在生活让我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说现在我在每一次给孩子祷告的时候，就不会再去说神的不要这样，神要不要那样，我现在祷告是神的把孩子交给你，愿你操着人的保护在他的身上，无论孩子在哪个楼层，神我都知道在你的手中，你爱他，你都知道该怎样的祝福保守。所以说我每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放下来，就不会在那种纠结呀，在那种害怕呀，真的感谢神，谢谢谢谢江牧师，也谢谢教会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宴席，让我从中得到很大的开启和释放，感谢主。感谢主哈。那个 Amy 姊妹呢，她是一位非常尽责任的母亲哈。那因为非常非常的尽责任，所以孩子非常的抓他的心，他为着孩子的工作，孩子在 LA 找到工作，他就从北加州夫妇的就搬家搬到 LA， 就是要陪孩子，陪这个女儿，然后要一直的陪到他结婚，把他送到他的未来的先生的手中。所以就是那个女儿整个是那么抓她的心，那女儿又当护士在医院，而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这个当护士是第一线的，正危险的，所以她的那个担心啊，每一天啊都是挂在她的心上。那结果呢，我告诉你，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的女儿真的被分配到那个疫情 的那个病人的房间，就是 被分配到这样的房这个房间，要去服侍这样的病人。那可是因着他参加这个特会，他知道要这样的一直竭力的赞美神，而且不再是眼目在孩子的身上，也导师要真的把孩子献给神，而不是一直告诉神，神你要这样保护我的孩子，你该这样的对待我的孩子。神说孩子是他的，不是你的，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而最重要的，你也是神的孩子，所以最重要的是神在乎你，是不是神的国临到你的身上？当神的国临到一个母亲的身上，她是真实的活在神的平安里，她认识这一位王是守约施慈爱的王。然后他说，神啊，他是你的，把他交给你，把这个主权交还给神，物归原主，这是神给的产业，但是是属于神的，你不要一直把它抓在你的心上，抓在你的手中，整天在乎着他。神说，我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在你身上，你有没有让我可以掌权在你的身上，我在乎的是我的平安要在你的身上。所以他真的明白了，把主权交还给神，孩子是属于神的，他开始把对孩子的担心挂虑害怕都交给神，而且不要再指挥神怎么照顾我的孩子，而是交还给神，感谢主，主你会来照顾，你会来保护。哎，这个平安真的临到他的身上，那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神的国就会降临在你所
关系所关心所有的人的身上。好，所以感谢主，我真的看到 Amy 这样的一个突破，一个翻转，在她的身上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愿这样的得胜临到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好，把你所担心挂虑害怕的交给神。好，而且所有的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都是属于神的，把主权交给神，感谢神，神你会带领，你会保护，你真实这样子 让神得着尊荣，得着你的爱的信任，神就会出手保护你所在乎的一切。感谢主。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位。在那个尤其是那个职场方面的这些讲座，其实又让我有一些新的开启。那可是在这整个特会其实给我最大得着，其实是在第一天的晚上，那是在会后追求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因为我们家的小孩三个都已经是青少年嘛，那可是我觉得感谢主的是他们也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那后来等到会后追求的时候，那我们家其实有两个孩子，他们就先离开去做他们自己的事。那剩下我们家的其中的一个女儿，她现在15岁，留在客厅跟我们一起就是参加那个会后追求。那个音乐就一直放着嘛，那后来她就开始流泪。那她开始流泪之后，过一下子他就鼓起勇气来跟我们分享说，诶，为什么他会流泪，还有他在就是等候神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那他就说他有两个那个影像，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就进到他的脑海中，那神是告诉他说要原谅这些人。再来他就说他就其中一个影像就是跟我有关系，就是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在玩或是做一些事情，那他们不觉得说他们有做错事，可能那时候我的情绪不太好，或者是有某些事情我就就是很严厉的这样子就是斥责他们，而且甚至处罚他们。那他们都觉得很莫名其妙，他们也觉得很受伤害，而且是也造成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心里面对我会有一个害怕，所以他们就无形之间他们其实是跟我就有一些距离在。那虽然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可是在关系上面其实我们都是好像感觉都有一个隔阂，有一个距离在。当我的大女儿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蛮感谢神，就是说今天我女儿在青少年的时候，那让她还让我还有这个机会，那我可以来跟她说对不起。而且我也不知道说，诶，这些事情，或者是过去一些，我是可能是比较，就是说情绪上面，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发怒，那所以就会去责骂他们。那即使是说他们可能他们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做错事，所以就是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可以来向他们认错悔改，那我可以来求他们的饶恕，来对不起。这个之后我觉得就是说somehow好像我们中间的那个隔阂就被拿开了。过完这个特会之后，那其实我就很明显的发觉，就是说，诶，他跟我说话那种感觉好像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说，诶，他跟我他来接近我或是怎么样，他就觉得很自然。那他也会想说，诶，跟我拥抱在一起，就我们就觉得说，诶，非常自然或是这样。那可是那种感觉其实是以前不太有的，因为以前因着他的害怕，因着他的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他会刻意的跟我要维持一点距离。那所以说我就觉得说，诶，真的是很感谢，就是，诶，刚好这个特会，那他有这样子神有提醒他，就是说
要去饶恕这些可能过去伤害他的人，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那可是更重要是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我们之间可以和好，那真的是就是像玉腾刚提到，就是说真的是那个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要归向儿女，我想这是我在这个特会当中最大的长。那个那一天真的还蛮感动的，就是女儿哭了，然后洪达也流泪了，我在旁边看了我都感动的都流泪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洪达一直是他很有威严哦，他讲话就他在讲话呢，跟孩子讲一声他们就立刻就会做了，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蛮乖，可是就是说他们常常洪达对孩子的最大的就是常常就是带孩子去喝珍珠奶茶这样子，然后他们可是他有他们觉得所以有时候爸爸他们有时候想到爸爸是比较很有威严的，就是很就是那样那一面，而不是就是比较没有想到买珍珠奶茶的那一面对对啊，可是就是说他们这一次这样子就是有这样有一个和 complete 哈、哦，就是那样子啊，就我就看到女儿就是来让他祷告，他就来跟他抱着然后让他祷告这样子。对啊，就我是很感谢神，就是这个特会。其实要让一个人开口讲出他心里面，比如说之前受伤害的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勇气，那就感谢 A 神在那时候就做工，让他有这个勇气，他愿意就是讲出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那时候就是在我们当中在动工。而且洪达也愿意跟他这样道歉啊，女儿说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哭了流泪对啊，感谢神。大家好，我是阿木以后，我是要分享一下我在内在生活特会的见证。这次星期晚上的时候，那时候江牧师就讲到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他就是有很多见证在讲说内在生活对他们家庭有个多大的影响。好，最后的时候有一些等候神的音乐，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家人一起在客厅等候神。好，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的一张照片，他就感觉像圣灵在对我说，你需要放掉你对你爸爸所有的想法看法，好，把那些交给我，让我动工。好，今天我和你跟他讲这样子。还有其实的话，我跟我爸爸从小不会相处的不好，那只是就比较没有那么亲，因为我爸爸每天都去上班，然后从工作回来的时候就比较累，脾气比较不好，好就是会比较不耐烦那样子，所以因为那样子我就不会看到，我不会很常看到我爸爸很高兴很有热情的那样子，所以我就是会比较害怕跟我爸爸讲话，就是怕说我不会被骂，我不会，他不会想跟我讲话，然后就或者会想说他那么累，我就不要那个跟他讲话吧。所以因为那样子，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亲。还有我在心里面就是有对我爸爸的一些看法，只是那时候圣灵就跟我讲那样子，就星期晚上的时候啊，其实当初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最后那session结束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一起，好，就是直接分享，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等候神的时候，感觉像圣灵跟我讲话，就是说，要原谅爸爸，要放掉在心里面说对他的看法、想法，然后就直接讲出来。还有，其实我要讲之前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就是怕说，爸爸的反应会不会不好？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也是怕说。讲出来的话，我爸爸会不会有点难过，就是怕会伤害到他，所以我就是有点担心，之就想说是圣灵跟我讲的，圣灵因为跟着我，还有所以我就是要勇敢的讲出来，所以我就直接讲。还有最后我爸爸的反应是非常好的，他就是说很高兴我跟他讲那样子，还有问我愿不愿意原谅他，然后当然就说好。所以最后的话是我跟我父母就抱在一起，和大家一起流泪。好，其实我是真的是觉得是圣灵的动工，因为这种东西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哈，是一个非常新的经验。对啊，好，过了一个礼拜了，只是我是觉得圣灵是真的有在动工在我的心，我是觉得我心对我爸爸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现在的话，
我就比较不会担心我跟爸爸讲话的时候爸爸会不会脾气不好怎样的，我就直接随便讲。还有我是现在的话，我就比较会看到我爸爸对我们的心，就是其实他是非常爱我们的，他是很用功又为我们家庭公益，然后我是觉得我应该很感，我就很感谢那样子。还有我就是我其实也是发觉说我爸爸也不是完美的，他还是会犯错，他有时候会脾气不好，只是我需要多包容他的那个缺点，他就比较看重他优点啊。对啊，所以我过一个礼拜之后我跟我爸爸的相处都有很大的转换，所以是真的非常感谢主，感谢神，就是透过这次特会有对我跟我爸爸相处有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对啊，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感谢主，谁能够改变一个青少年呢？谁能够让一个青少年从小对于父亲的惧怕、伤害，跟父亲那种疏离感，能够突破呢？就在这样的网络上的聚会，借着等候神的时候，好，然后神的同在临到这个青少年的身上。而这青少年呢，神给他图画，看见他爸爸，然后让他，神告诉他，神对他说话，好，然后到会后追求，又在那里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神让他这样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然后神的同在，神的爱，使他有力量去突破，去找爸爸。去跟爸爸讲，好，然后去饶恕爸爸。哇，好美哦！你知道现在遍地为什么这么黑暗？因为遍地都在咒诅的里面。神说，我要将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母，使遍地的咒诅可以除掉。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家庭，那么看重家庭，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样子的网络线上的聚会的里面，神的同在真的不受时空的影响，可以进到青少年的身上，然后改变他，可以就这样一场聚会做这么奇妙的工作。而谁做？就神做。而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在放歇自己的功，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亲近他，等候他。神说：“你看我来做，我来做。”好，哇！神做多伟大的工作啊！使一个家，这个多少年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呢，十几年的时间。这种父，这个几乎每一家都很有可能有这种伤害，是不是？因为父母在忙碌当中，有时候讲一个急躁的话，或者父母在忙碌当中一个情绪，一个反应，孩子幼小的心灵就受伤了。即使父亲怎么样的弥补，父亲都常常带他们去吃珍珠奶茶，那是父亲对他表达的爱。可是孩子在受伤害里面，那个他的意识形态就是爸爸很威严，爸爸很高高在上，所以就是有一个惧怕，一个疏离感。好，可是我们这位爱的神，这位天上的父，他在这些日子，他真的这些日子，他要使一家一家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好，那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真的把主权交给神，好，那把儿女交给神。另外呢，就是父母，好，留意当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好，到了或者到了大学，如果你发现
你要求主光照。感谢主，我们的弟兄真的有听进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对我们的做父母的讲，就说你一定要祷告，在你的孩子小时候整个成长过程，主啊，我有没有什么去伤到我的儿女，让主光照你，然后你要谦卑的去跟他道歉，好，那以至于可以使一家一家的和好。好，真的请所有做父母的把握这个机会，仰望神，亲近神，等候神。有没有什么我说了 不得当的话，或者我在情绪里面伤害了孩子，主啊，你一定要告诉我。好，然后主，你预备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跟他道歉。神好喜欢，好喜欢一家一家的合一和睦相爱，这是他设立婚姻设立家庭的目的，好，要得着近前的后代，而且家应该是像天堂一样的和谐，一样的美丽欢乐的地方，蒙爱蒙祝福的地方。愿主祝福每一个家庭。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第三个见证，我们的在恩姊妹的见证。大家好，我叫在恩，我是一个代祷者，所以我有参加教育山头的代祷组。我们为教育山头祷告也有了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次内在生活响应时，有一个窝序的一个组分组活动，那我想我既然不是老师，所以我又顺理成章了报了家庭组。但是有一位教育的领袖邀请我一起参加儿童组来配搭服饰，但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心里一直有一个排斥，因为我虽是一个代祷者，但是在服饰时我常常有压力，怕觉得自己做不好，所以而且我又不是一个老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留在家庭组。但是有一次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却对我说，你虽然不是一个老师，但是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家庭，所以在虽然你已经报了家庭组，但是教育组不是也有领袖在邀请你吗？所以我还是顺服的神去了儿童组。去了儿童组以后，我才发现到其实我不需要做什么，但是神却让我大大开了我的眼界。这些老师在分享时，看到他们操练内在生活，生命因此不同，被神所得到，让这些孩子真的得到很大的造就。而且这些老师带的孩子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两个孩子，而是一群的孩子。这些老师只要操练内在生活，每一个孩子在教育里面都会得到很大的益处，而且会在不受伤害的里面。所以因此我就对他们这些老师的带导非常的有负担，我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看到他们在环境里的难处。感谢主，在这次特会里面，我很开心的就是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顺服的神没有错过神的旨意，参加了教育山头的儿童组，使得我在这一次服事里面，因为以前的因为服事而来的压力，而且怕会做不好，许多的担忧、害怕、恐惧，因此都不见了。非常的感谢主，归荣耀给神。姊妹的见证哈。他是一个代祷者，很忠心的一个代祷者，但是神知道他在许多的服事上常常会有担心、害怕、忧虑、压力。好，那神呢就这一次要来医治他。好，可是呢是借着他有等候神的时间，神跟他说话说，你他想要去这个家庭组啊，可是神就跟他说话，要他去教育组
因为我们这一次有 workshop 分成教育三头的家庭三头的分组，这样那神要他去教育这个三头，那不是他想去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老师，我去那里没有用武之地，那我去家庭就比较好，这样那而且家庭我也不需要什么服侍，这样那可是呢，神这样跟他说了，他就顺服的去，结果去了，神是为着医治他，开他的眼界，让他看见教育山头的这些老师们的重要，看见这些老师借着操练过内在生活，可以这么多的去祝福一群一群的孩子，他的心大受感动，他就觉得他的带导真的是有功效的，是值得的，而且深深的被这些老师过内在生活所产生的爱、智慧、能力来服侍这些孩子，那么深的受感动。而我就讲到这位王，内在生活就是这位王带我们进入内室，让我们因他而欢喜快乐，称颂他的爱情。真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忠心，他也知道我们在情感上，在我们的思想上的一些不容易，我们的力不能伸，我们的容易紧张、害怕、忧虑等等，他都知道。但是他在锁定的日子、锁定的时候，他要医治我们。可是我们很多人错过神的机会，错过神做工的时候，那神常常是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跟我们讲，亲近神、安静下来歇自己工的时候，他在跟我们说话。那所以这个真的多重要，刚刚讲到等候神的时候，神临到那个青少年的身上，而现在就在等候神的时候，神临到一个带导者的身上，跟他讲他的选择，他该选择哪一组，然后去了，神让他知道，让他开广眼界，而且神来医治他。所以他说他整个的那个从服侍很容易感受到受压、惧怕，觉得自己服侍的不够好的惧怕担忧就都不见了，他开始变得轻松，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侍奉神。所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父必医治他，在他力不能伸的许多事上，我父必医治他。愿主祝福每一位，就是留意跟随神，不要常常自己定义怎么样，我就是要选择去这一组，我就是定义选择不去那一个地方，但是很可能神就是要借着你去那个地方，神要给你一个奖赏，神要做工在你身上。所以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多么有福，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每一个感觉、每一个软弱，他要来医治我们，使我们健康。感谢主。那我们再来听我们 Kitty 姊妹的见证。大家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次的内在生活响应特会当中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我是这次特会的服侍同工之一，那在星期五下午等候神聚会开始之前，我就收到一个通知说礼拜天的那一场聚会呢，我们需要报告一些事情，所以需要出一个文档出来。那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有事情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去马上把它解决，我不喜欢把东西堆在最后一分钟才去做。那再加上要出这个文档，我需要使用一个新的系统，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系统，所以我就决定说在下午等候神聚会的时候我来开始做这个文档。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我的系统就一直显示说系统出现故障，没有办法进行。那我就心中就有些的焦虑，很担心说啊，万一这个东西出不来，礼拜天会影响很多人怎么办？所以我就又请我的另外一个同工去尝试，那他也试着去做，他也收到同样的显示，就是说系统出现问题。他告诉我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跟那个customer service， 它有那个 live chat， 就是线上可以寻求帮助的这样子一个功能。那我就赶快 text， 就是发短信给那个线上服务的人，结果它竟然显示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线上服务要礼拜一才会给我答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完蛋了，礼拜一才给我答复，礼拜天东西出不来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神跟我说，就不要做了，就来安心的来等候我吧。那我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只好放下手中的事情，因为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再进行。所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有一段经文进到了我的脑海中，那就是在以赛亚书上面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我似乎就觉得神在跟我说，有些事情不是靠着你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你就放手交给我。所以然后一直到晚上我再去看那个系统的时候，它还是同样的显示有故障。但是到第二天礼拜六的早上，我就很意外的收到那个客服的 email， 就跟我说他在那个系统的后台去查看，觉得系统没有问题。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文档。他说那你再用他说你再用我教你的方法再去试一下。所以我又再进去系统当中，用他教我的方法再做了一次的尝试，可是还是显示系统出现问题。但是很奇妙的是，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功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曾经删除过的一些的文件把它调出来，然后在旧的文件上重新修改变成新的。诶，我突然发现这么一个窍门，所以就感谢主，我就后来就很成功，也很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个文档。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学习到，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当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去完成什么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要来寻求他的带领。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刚一开始来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就是服事不是只是做事，服事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所以感谢主让我在一些的困难挑战当中学习要依靠他，要等候他，要等候神的时间来做他的事。感谢主，我们常常不肯安息，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得着力量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是不肯。你想得着拯救吗？我们常常得拯救的方法就是我拼命的去做，拼命的用力去解决。好，那但是神说你得着拯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在我的里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是神，我看顾一切，我解决一切问题，我供应你们一切的智慧，我供应你们一切所需要的。但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你就说主，我相信，我肯，我愿意休息，我愿意 be still， 我愿意 rest， 我愿意安息，归回到神的里面，跟他的连结。好，所以你看神跟他讲，好，你就先放下，
来亲近我。我们 Kitty 是一位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而且非常负责任的一位非常棒的我们的一个全时间的同工，但是神告诉他你要安息，我会做，我会做。好，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是不是太棒了？他并不喜欢我们忙忙碌碌的忙忙碌碌，他说你们得救，你从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环境你要得着拯救，不是拼命的骑马奔跑，乃是归回，得救归回到我的里面，我就住在你们的里面，我是你们一切的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力量的源头，恩典的源头，而你们尽自不肯，就是要靠自己，这个叫孤儿。神说你们是我所爱的儿子，你要回到我的里面，我是一位非常照顾丰富负责任的父亲。所以现在当这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亲爱的家人，祝福每一位归回，当你遇到许多真的不知怎么解决的，或者好难的，或者很急的，归回，相信主你在管理，你在掌权，你会引导，你会供应。所以我好高兴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位服侍主的归回，归回，我才是你智慧的源头，我会给你聪明，我会来解决。好棒，感谢主。你有没有发现神很爱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忙忙碌碌的故宫，他要我们做一个安息在他里面享受他的儿子，真儿子，真女儿。那你说那我就这样享受就好了吗？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吗？就是留意先来连于他，问他主这件事要怎么样，这件事该怎么做，那你会发现你耐心的等候他，你会得着智慧的泉源，力量的源头。感谢主。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位燕琼姊妹的见证。我要来分享这次特会的得着哈。那每一个见证呢都让我非常的感动。那特会之前有一个师母呢来带领我们教会呢做生命清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当时呢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子有用吗？因为是在网上做。那我很尊重这位师母她的属灵的权柄跟她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但是我那时候好像心中就有一个骄傲，因为我也时常在帮别人做生命清理更新，那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这样网上做的效果我实在是有一点怀疑。可是第一天当敬拜歌曲响起的时候，我的心好像就被圣灵触摸，而且我就深深的悔改，我已经居家避疫以来没有这么认真而且没有这么深入的敬拜，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仅也被清理一下，而且我应该去好好的服侍，因为我有加入背后带导仰望的服侍。后来在一场服侍，那场服侍呢大概进行了4个小时，那我就很认真的呢为我所知道他们会参加的人，尤其是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呢默默的带导还有仰望。那个时候呢我就得到神很多的开启，而且礼拜五小家见证的时候，我就听到好多人对这次的生命清理的服事呢他们有一些很大的突破，所以我就觉得在整个过程中神呢不仅光照我的骄傲，
而且神更让我体验到呢，他是呢超越时空、超越一切方法的神。他在每一个不同的时空、每一个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他定义呢要来祝福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敞开，不管是借着服事的祝福，或者是呢被服事的祝福，他都是呢要来成全我们，要来帮助我们。那我记得小家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因为那场服事快要四个小时，所以呢他最后十点，晚上十点多的时候，他就在床上。后来他的太太就问他说，诶，你是不是睡着啦？因为那场十一点左右才结束。他说没有，他觉得他深深的被医治，而且呢他也觉得圣灵一直在触摸他，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觉得哇，神真的是呢无可限量的神。那在另外一场呢，就是我们分组的这样子内在生活的分享。那场服事的时候，一位带领的姐妹呢，她那时候我们那场总共大概有160位参加的人参加的总人数，然后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又要分享我们的就是见证，也要听听他们的问题解答。那时候带领的姐妹呢，带诗歌呢就带了半小时。那时候到最后呢，我的心里呢有一点着急，而且呢也有一点低估，觉得时间已经不够了啊，这个又不是带祷告会，不需要带敬拜带这么我觉得这么久那样子。后来神也光照我呢，就是我的里面的批评论断，事实上那一场的分组的响宴呢，真的是带下神极大的同在，借着这个敬拜呢，还有之前的会前等候呢，我觉得人的心整个心都开了。而且当我做见证的时候，事实上在会前等候的时候，我就被圣灵感动到，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而且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我做见证的时候，我是很少哭的人，我都忍不住被我自己的见证感动。而且我也听到很多外教会参加我们内在生活响应的一些的人的见证，我的心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在这次的分组的分享的时候，真的又让我再一次经历到神是超过我小脑袋的所框框的一位神。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遇见他的时候，神所做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真的是呢非常的丰富。所以很感谢这次的特会，感谢主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燕琼姊妹这么赤露敞开的分享。好，那我们在这一次的响宴之前呢，好，我们有先给他们做一个生命清理的一个服事，这样好。那他自己平常也是在帮别人做生命清理，好，所以他就会觉得啊，这个我都会了，都懂了，好。但是没想到，就在那一场生命清理，才一开始唱诗歌，神就开始做工在他身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实在神常常要我们放下我所以为我拥有的，而所有每一次的聚会，最拦阻我们得着的是我的旧皮带。我以为我所拥有的，我知道我会，所以我们的骄傲拦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感谢主，在这个特会之前的几天，好，我们的姊妹就先被神光照，我的骄傲，我自以为拥有，我自以为是，好，那然后呢，后来在聚会里面，好，
在聚会里面，他又是别人在分组的里面，他就觉得带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带，为什么这个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敬拜，又要等候神，他就觉得时间已经不多了，好，我们要把握时间，是分组啊，要让大家多交通啊。可是他没想到，就是在等候神，就是在会前等候神，在敬拜的时候，神做那么深的工作，因为他的荣耀降临，好，以至于大家就已经好受感动了，那个分享起来就特别有味道，有恩膏。我好感谢主，我们的姊妹那么赤露敞开的分享，她蒙神的光照，说她批评论断，然后你看他讲的都哭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忙于在服事，我们觉得我们都懂，我们都会，以至于我们都只是一直在服事服事，使我们的心刚硬，因着我们的骄傲，我有，我拥有，以至于我们的心刚硬。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要进入天国，要进入天国的丰富，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知道我没有，我的灵里很贫穷，我没有。好，那当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进入天国。所以我多么感谢主，我们燕琼姊妹真的是很忠心，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又是带导者，又是小家长，又会做心灵更新，她真的很多的服事。但是这一次你看她连在做见证都流眼泪，我真的很少看过她，我从来没有看过她流眼泪。那我觉得神真的做一个好深的工作在他的里面，好，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一次特会你没有很大的得着，还来得及，你赶快跟神说，神啊，赦免我的骄傲，赦免我的自以为是，赦免我的自以为富有，其实我却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肉体的。神啊，我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得着，我需要你，我渴慕你。你这样子跪下来跟神祷告，神会临到你的身上。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别的姊妹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呢？有时候不是有时候，神说的在后的必要在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已经在前了，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也服侍很多年了，我自以为富足，我反成了贫穷。好，所以真的是在后的要在前，让我们一起的努力，每一次每一天跟神说，神，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我真的一无所有，我是贫穷的，我需要你，我要向你大大的张口，愿你大大来充满我。每一堂聚会，每一堂的聚会，我们真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就好像是无有一样，虚心的再来吃，再来喝，再来观看神奇妙的作为。神要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的无有道空虚心，好叫天国的丰富可以一直的临到我们的身上。 好，那我们最后一位，我们请我们的小敏姊妹来分享。在特会的第一个晚上，神就来造访了我的家，在敬拜跟赞美中，我就看见神就在我们家客厅的上一方的云端向我伸开双手。当时我就哇，我很惊讶，神怎么会来到，主耶稣怎么会来到我的家，怎么这么爱我，怎么这么爱我。当时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就一直的敬拜，一直的敬拜，我真的感觉到 这四天主都一直在我的家中与我同在，陪同我度过了这四天的响宴。这个特会在星期六的分组的分享里面，
啊，他们每一个人的见证分享，都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职场跟利益而活，而所有的那种利益的诱惑，他们都一扫而空，而是心甘情愿的谦卑顺服下来，凡顺服主的旨意，凡事依靠神，听话照做。放下自我，在职场跟家庭里面真的活出了那个神的属性，活出了神的属性，谦卑顺服，喜乐慈爱良善忍耐真实。通过他们的分享，我觉得我这信主这两年，我真的白信主了，也白白的过了，真的是白过了这两年。这个在这两年里面，我真的没有真实的去悔改过自己。这次神深深的光照了我，虽然以前我都有悔改，可不是每一件事都有这么细心的去跟随神的感动。原来这个自私老我降服于神，是每一件事都要来问神的，让神来掌权的。我在两年之内之前，我真的没有这样细腻的去体贴过神。神让我真的来学习怎样去体贴圣灵在我心里面那种感动跟浸渍。神真的很奇妙。在星期二的早上，我跟室友又有一次的冲突。当时我正在要想辩论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回房间去，我就知道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就回房间。在回房间的几分钟之内，神又说去教会。我在想，我去教会我还没有走到的时间，我去教会干什么？但是我还是顺服了神，开车去了教会。但到了教会还是没有平安的心情。当我打开敬拜的歌曲，听到一首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知道神是在开启我，我就坐下来抑制不住的祷告，求神帮助我跟室友的一个和睦一个合一，求主来光照。那我祷告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受伤和疼痛没有了。神很奇妙的工作，拿走了我心里面受伤和不满。我们两个人虽然我没有向我的室友道歉，也没有去跟他说过任何的话，他的语言虽然还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表情也没有改变，跟以前一模一样，但是我的心改变了，我觉得我换了一颗新的心。我现在看他都是那么喜悦，都是那么可爱，觉得我用神的爱去饱满他，去爱他。我已经开始在学习怎样用神的爱去爱他人，用神的话语去对他说话。感谢主为我预备了这场响宴。感谢主啊，我们小敏姊妹这次的内在生活响宴，耶稣就在天空，然后临到他家，所以哇，一个线上的聚会，神可以这样显现在你的家中。那这四天的内在生活响宴，他非常的得着，但是啊，响宴过后隔两天，那就是你下山的日子。好，你不管在山上多么的荣耀，你还是要下山去面对一切的环境。好，环境常常是一样的艰难不容易，好，有冲突，有矛盾，有困难。好，但是神
其实借着内在生活的操练，就是要让这位王真实的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当他回来隔天隔两天跟室友有一些争执不愉快的时候，他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对不对？以前我们不愉快就跟你骂到底啊，杠到底啊，看谁的声音大，看谁有理由啊。好，那但是呢，圣灵跟他讲回房间，回房间。好，然后后来圣灵又叫他来教会。好，那就在这样的里面，圣灵一直来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他也跟神祷告，也跟神悔改，求主来促成我跟我室友的和睦。所以神他借着这样的祷告，虽然环境没改变，那但是呢，他的心改变了。所以他隔天早上起来，他说他的心改变了，所以他看他室友的眼光，他的对他室友都不一样的，不管室友的口气态度怎么样，他里面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就是喜欢他。这个叫做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一位国王，我真的让他掌权做王，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态。而当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得胜世上的国，得胜外面的环境的一切不容易。这就是这一次内在生活响应过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所在的地方，无论是职场，无论是家中，无论是学校，神要我们开始飞舞，飞舞出神的荣耀，飞舞出神的属性，在黑暗遮盖大地，整个环境都是在不容易黑暗的当中，人是很容易极大的情绪，极大的被冒犯，极大的紧张压力，那个时候是很容易产生冲突的。但是神可以这样子借着我们全球各地已经兴起了许多的火蝴蝶，被神爱到了，开始里面活过来了，认识这一位王，开始称颂这位王的爱情，眼目更多的是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环境顺不顺利，有没有改变。当神得胜在你的里面，就是王带我，带我这个人真的进到内室，而他的爱情让我饱尝他的爱情，称颂他的爱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先改变，就可以胜过外面，外面所有啊带给我们恐惧、忧虑、重压、害怕的，已经摸不到我们。这个叫做神在震动全地的时候，他要使不能震动的长存。而内在生活，生命不是一劳永逸的，生命是需要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从一个婴孩、小孩长到青少年，长到青年，长到成熟。好，那这个是需要年日的，而这个是借着我们所活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境都使我去回到里面，抓住他，神，我需要你。神，我没有办法单独来面对这一些，我可能会气得不得了，我也可能会紧张得不得了，我也可能会害怕得不得了，没关系，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这样过来的，你听到每一个很美的见证，有时候他已经失败过一千次了，只是不放弃，因为王在我里面是真实的，我是软弱的，我是会变的，但是这位不变的神，他对我不变的爱
他在我里面那个真实的全能，他的柔和谦卑，我需要一直来连于他，连于他。生命没有一劳永逸的，我们还是会有脾气，会有情绪，会有失败，但没关系。你看他这样子一悔改，一悔改在神的面前，神就临到他的身上。我们的神是不是太好了？所以这一次内在生活响应过后，火蝴蝶啊，每一个环境临到你的身上的不容易的环境，都会成为你的钻石，就是神的属性会在你的身上更真实的成型。如果你懂得回到他的里面得着解决，而不是靠自己去解决，回到他的里面，主，我需要你，我没有办法，你来帮助，你来做工，主啊，赦免我。好，每一次的这样的悔改，神都眷顾，神都施恩。好，那所以这一次内在生活响应过后，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要成为你的。神为你安排的每个环境，都是你可以飞舞的机会，就是在越不容易的环境，你会飞舞的越美丽，越荣耀，把神的属性，神的荣耀可以这样的恢复出来。感谢主，我真的听到各地各方那么多美丽的见证，我相信下一个礼拜还更多，还更多。为什么？因为你会越飞舞越喜乐，虽然环境不容易，但你会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奇妙，神的美丽，神凡事都能，所以你会觉得太兴奋了，感谢主。而且不管外面环境如何，你会发现你一回到里面，你发现他等着你，等着你要来抱抱你，他等着他的荣耀要来现在你的身上。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唱这一首，好，这个火蝴蝶。我们先一起祷告。阿爸父，感谢你，你何等的信实，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知道在这样不容易的环境里，你在去年你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要有这个内在生活响应，因为你想来服侍你全球的众儿女，你想来备办宴席，来让你的众儿女们吃喝享受你的爱情。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响应，你所做的，你坐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你所动的善功，你必成全这功。愿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大大的临到每一位你所保爱的儿女们身上，让每一只火蝴蝶哦，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 的全球的各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飞舞，飞舞。主啊，你的荣耀就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带我们进入安息，带我们进入你的安歇之所。主，让你来彰显，让你的同在，你生命复活的大能从我们的身上一直的彰显出来，来祝福周遭每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火蝴蝶，我们在起立好不好？你在家中每一个都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飞舞，向着神的宝座飞舞。